康瑞台风持续步步的进逼，目前暴风圈已经接近到了巴士海峡，在今天上午8点更正式升格成为一颗强烈台风，预计今天深夜全台将列入陆警的范围，提醒越晚今天风雨会越大，大家务必做好这防台措施，也提醒大家这沿海空旷地区千万别前往。画面中看到的花莲七星潭目前在当地已经掀起6米左右的浪高，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台措施。